是我们国家的几千年来这种品种很稳定，性格也稳定，忠诚。哦，我那只狗真的是，真的是我奶奶嘛也是，晚上出去她不放心，她就跟我奶奶出去，然后回来人家就是既有陌生人靠近，她就叫得很厉害，保护你。对对对，但是她从来没咬过人，而且她在家里面。